你很认真要邀请他们吗？不认真啊！天哪，两位主持人怎么说？我们刚刚 OK 吧？我们对啊，我们等下马上确定。帅啊！我们 OK 啊！我们有什么好不行？之前就有计划，但是我怕他们拒绝。我怎么可能拒绝？拒绝玻璃心。我们怎么可能会拒绝？你要是我们开心那不行哎、欸。因为有徐百川，所以我就担心。没有，我要跟你跳，我们要跟徐百川跳。没有，你要跟徐百川没有。真的吗？因为他教我。啊！我想跟你 battle 啊！那我就认真练习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不认真？可是万一时间不行呢？先不行，那就不行啊！不然他要哭了啦，又可以要哭了。没有，我们等下回去看一下。十月来来来，宣传、啊，还没排到十月去啦。10月7号，十月七，哎，我知道我们盯很紧，我们那个行事历，我们先拿出来看。好看一下，哎，来，十月七号，快点来看一下，台东商演啦，我赶紧骗啦，台东商演。他的表情，我没有，我这个没办法 say 呢。哎，十月七号我没有台东商演。哎呀，我个人，那一个行吗？一个行吗？可以，我商演。还没有确定啊，对，暂时啊，暂你自己想好哦，有没有标？没标到，马上说。哎、欸，刚才我们有说嘛，刚才那个喝苦茶的时候有讲嘛，有，你可以拒绝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如果没有他那个没标按到，没标按到我就有空啊。对不对？假装他没标到。假装。可以为了姐姐钱不赚吗？一句话。有标到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我钱不行。可以。脸很僵哎、欸。没有、啊。可以啦，真的啦。这是多大的荣幸。唱干嘛在演唱会拖一唱歌、啊？这不是你演唱会吗？要拖也是你拖啊！不然你们一起拖上半身，你们三个一起拖，然后我们一起拖上半身。没有，他那一趴是独自，因为他跟我你已经想好了，独自一趴，你已经想好了，这不是你的演唱会吗？怎么变拼盘呐、啊？很满呐、啊，变拼盘的。没有，不会，因为 battle 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它是另外一段子、啊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到要不要宣传一下演唱会？倒数三秒，可是。我现在忘记怎么宣传，要不要帮他？对，帮他。十月七号，然后那个台北小巨蛋有徐怀钰的那个。那时候开始卖，倒数三秒演唱会已经卖了，已经卖好，已经开始卖了。对，然后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想购票的话，可以到宽宏艺术，然后到那个莱尔夫跟 OK 便利商店。是的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，谢谢。谢谢，辛苦了。